好放火。大家知道阅读空气吗？就是在各种不同场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看周遭的环境，然后来对周遭的环境做出一些应对。不瞒各位说，放火我呢是一个非常会阅读空气的人。今天我就来带你们看看我多会阅读空气。教你们这些小学生怎么阅读空气啊 ？OK， let's go。Never open this game again。哎，我脸要放哪？透过移动画面中的红色物体来读空气，也可能会遇到不需要移动的情况。来吧，来吧，第一题。哦，他们是一起的，那就不要动哦，关我屁事哦，跟我分开坐。好爽！小学生骨牌大赛挑战世界纪录，做什么骨牌都去写作业？哎，狗狗，趴下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是那只狗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手扶梯上，干嘛？不是，他那个人也没有走到我们后面，跟我们说我们要过啊，我们继续站在那边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OK， 我现在是一只海鸥，我点它也不能干嘛、欸。我似乎读的令人无言，还好吧？我虽然叫做鹬群，但我最讨厌合群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假装睡在起来看他请问要点什么？哦，他们都点生皮，那我来个白饭套餐吧。A B A， 哦，大家都选 A B A， 那正常来讲应该要选 C 吧？那我选我自己好了。你似乎读的累了，该有什么好无言的？啊，起立，敬礼。哇，看着他班级这样全程坐着，好鸡巴哦！哎、欸，我以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事、欸，哎、哦，好爽！最喜欢那种在团体中完全不符合，在我就变主角。你看其他人都配角，就我是主角，哦，爽爆！哎、欸，其实我到玩到现在为止，我就觉得还好、欸，哎，还是我是个糟糕的人。请哦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坐啊！来吧，女朋友坐我旁边吧，女朋友可以坐这边啊。哦，即将跟女朋友约会，机器人动画，机器人动画。OK。机器啊！我似乎读的令人无言，什么令人无言？是那些路人令人无言，干我屁事哦！好了，我们正常一次好不好 ？OK， 我要比动作。忍不住了，哎，为了让你的手速能够顺利，会在明天打明天的比赛打一支全垒打的。OK OK OK， 来吧各位，我们来一起打全垒打。哦，哇，有人手速要不顺利喽。好，来我们正常一次。看，不让我跳。哎，我来啊，来蹲蹲蹲。等下，我怎么要我八九题目才正常？预备，我起码拍手了，我起码拍，我刚拍，变枪可以，起床啦，起床。我跟女朋友是不是有点冷啊？知道了，我会怎么回女朋友呢？你有点冷是不是？好啊啊！那这样子就是很冷了，不是有点冷，不要什么都跟我有点冷就冷。什么叫是有点？陈汉典啊，有点。苏菲亚姐在旁边看我。OK， 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傻笑。OK， 偶像的鼻子要尽情开球式，我们这时候绝对不能打他球啊，各位。全垒打！我后面有敌人，你快点解决他。我解决了吗？我应该是解决了。来，各位，这个我们正常玩。今天俄罗斯方块上，我放火，我们来当个正常人，来给你们抒压一下。好希望我强迫症观众。
现在开始认真。哎，我们至少拿一次正常评价。我靠，我发现做这招好痛苦哦。变装大赛。哦，让他过，让他过，对吧？让他过，对吧？搭档，别推哦，绝对别推我。干掉！啊！干掉怎么忍住？啊，不会烫。哦，这做效果嘛 ？OK。哦，啊，马赛克，马赛克，马赛克。好久不见，你来了呢，我一直好想见你哦。再握紧一点，感觉好怀念哦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拍灵异照片给我过呢？哈，我把那张设成桌布了。哈，一起去听过演唱会那次，好开心哦！你还跟纽约会关小啦，我都知道的哦。要是能跟你再多相处一点就好了。真的有怪兽哎啊！我被压扁了哈！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吗？你太优柔寡断了。OK， 快点吧，我忘了。找到新对象吧。不知道为什么手眼泪停不下来。不会越读空气，对不起啊，是有点软弱，却总是能关心周遭的人。OK， 最喜欢这样温柔的你了。但请别忘记。OK， 有时候不用阅读空气也没关系。Nice， 谢谢你，可以，再会了。OK， 拜拜，我不想死啊。OK， 100T。Yes。我的分数。我的同心心零分。